家好，我是二八邱维妍娜，今天给大家录一首神曲《闷》。伴奏好长啊，前奏。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？是不是不管遇上什么人，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？哦哦，难道真没有别的剧本？怪不得能动不动就说到永恒。谁说爱人就该爱他的灵魂，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？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，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？哦哦，我真想有那么的单纯。不可能，难道真没有别的剧本？这么能成？